好，那基金会目前是有提供三师的服务。那所谓三师老人，就是指失能、失智、失依的长辈。那我们这些长辈都是免费提供到宅服务。像今天的陈阿公，他就是需要我们的原床泡澡服务，所以我们就是会提供每个月至少两次的原床泡澡服务给阿公。嘿，让阿公可以在床上免移动的情况之下，就可以泡泡热水澡，让他的血液循环能够更好，然后身体的清洁度能够提高。对，然后其实今年我们的年菜嘛，农历年节也即将到来，那我们的年菜整个爱心行动呢，目前还有上不足两成，也希望各位的爱心人士可以协助我们华山基金会，谢谢。我们这次年菜准备的是六菜一汤一甜点，然后还有一个元宵的部分。那这样子的分量是一个人的分量。那是由于那个我们过年的期间呢，这一个礼拜呢，送餐单位政府的送餐单位都会停止送餐，都休息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分量的话是准备给长辈是一个礼拜的一个分量，让他们在过年的期间可以有热腾腾的年菜可以享用。然后泡，对，然后泡完澡之后，他们就是马上就是。像一次出动多少？我们床洗，把它洗完。大概我们一次都应该都是大概三个。